氧化还原的那个作业啊，你们回去写一写，有你在讨论。好，课本的第三章开始讲酸碱盐哈，我的学习单的第五页有个实验，第五页的实验我们下礼拜做，但是回去请你先把这个实验理解一下，到底要做哪些事情。哦，好，比如他调配一些液体，我先讲的简单，比如我讲说调配，请调配二 M 的溶液，二 M 的盐酸溶液，会不会调？不会。对，那你要去理解啊，为什么不会调？啊，请调25%的盐酸溶液，怎么调？不会。会不会调？会。怎么调？说看。你要25%的。20%的盐酸溶液。哦，就是先开水，要加点一百一，来想想，20滴的可以吸的水溶液，他们说加85，怎么调？25%的水溶液怎么调？加它，我先把它乘以，我是，那你要先问我说，那你总你的水溶液要多少嘛？对不对？假如水溶液要200克，我那怎么调？要加50。啊？那我要加50克的。OK， 非常好，我要 HC 的50克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150克。那不是 HU 吗？不是 H， 就是 HCl。HU。那剩下的150是什么？水非常好，150的水。哎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两个，这一个东西跟那个东西要混在一起，基本上已经对了一大半，因为你知道你的材料是什么。清楚吗？啊，所以当我讲说，请调配250cc 的什么东西的水溶液的时候，对，我说25%的水溶液的时候，你要先知道说我到底要调多少，总重量是多少，那你才能去准备你的材料，准备好材料直接倒进去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准备好就直接啪倒进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但对，你要小心，因为这强酸。啊，强酸处理上它会小心，它喷溅的话会有腐蚀性的问题。所以第一个要开放空间。啊，它的蒸汽也会有腐蚀性的问题。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就变成处理上的一个细节要讨论。所以这部分我们在实验上要做的，你说。那个溶液它不会腐蚀掉装它的东西。再讲一遍。就是它容易要被装置，装着强酸。装在墙上的那个瓶子不会被。啊，不会啊，它如果可以装的话，它不会被腐蚀啊。那玻璃不会。玻璃有分啊，抗一般来讲玻璃都是看抗酸的哈，但抗碱的不一定。玻璃杯有些玻璃杯没有抗碱的，所以当你放强碱溶液的时候，玻璃杯可能就会被溶解掉，那就爆裂。所以你如果要放玻璃杯要放碱液的话，通常你要找耐碱的玻璃杯。好，它有特色，对对对。塑胶要看什么塑胶，一般的 PE 杯都可以用啊。PE。好。在塑胶时候，我想。所以第五页的这个实验呢，麻烦各位回去找时间看一遍，看一遍啊，仔细我听我讲，看一遍，看过之后去思考一下这个实验要怎么做。所以下礼拜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就可以省很多时间，就不会在那边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干什么的？搞不清楚。好，那麻烦写作业，如果任何问题，一定要利用时间问我。吃完饭还有一个小时，也可以问我。拒绝。我在奉劝，我在劝不会拒绝我的人呐、啊。你会拒绝我，就不用再跟我讲，没关系啊。对不起。OK， 好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酸碱盐哈。在我们发现一些化学物质啊，到水溶液之后，它变得很特别。我们先讲什么叫分子，什么叫分子，什么叫做分子？两个原子加在一起。两个原子加在一起，变分子。两个原子加在一起就变分子，所以我把铁跟金加在一起。那应该说是一个小子。得到稳定后的原子就是。OK， 得到稳定后的原子团哦，不是原子。它是原子混在一起的原子团，对不对？或者它可以独立存在的原子，我就可以说这是分子。我就想什么叫分子啊？其实作业有写过这一题啊，什么叫做分子？我只在跟各位在讨论一遍。什么叫做分子？
分子就是当两个原子它共用一些电子之后，它可以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原子团的时候，就说这叫做分子。啊，比如说氯跟上，它在一起它可以生成氯化钠，它是一个稳定的分子。用这稳定分子是盐巴。啊，你可以看盐巴独立存在吧？所以盐巴就是一个分子。因为我没有没有春节不用做多种当风吹过来。啊，这个我们海达星子怎么来？你不用太在乎它吧？不是啊，我说没有没有分尸，我那个蜜蜂的实验。我如果把它打死的话，你要干嘛？得到。可以热嘛？天气而已热。我一起必杀，它就不会叫伙伴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我一起必杀，它就不会叫伙伴。一起必杀，对啊，一起必杀就不会了。不会啦，它不是尸体会把我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它主要是，来来。它通常主要是它知道它被攻击啊，它知道它被攻击，它就不叫伙伴。所以它如果不知道被攻击，它就不叫叫不叫。它叫伙伴，一定会有人来吗？大部分都会有人来。如果附近有人的话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他死的时候，他身体会不会发给我吗？有可能会发，但是就死掉而已。他发掉就死掉了，就不代表他是被人攻击。对啊，他怎么死掉不知道啊？他可能是自己跳进什么电网在那边电死之类的。好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有些分子啊，当它是固体的时候，固态的时候它是稳定的，可是它放到水里去就不一样了。它如果放到水里去之后。H2O， 它放水里之后，它会解离哦。解离就是说解离。哦，离开了。哎，解离的意思是解散。解离啊，解散。我们就分离了。这解的意思是解散。这里的意思叫做离子，就是它把它本来原子跟原子间结合在一起很稳固的固定的形态，进到水里去之后它分开了。那为什么分开？发现这个进到水里分开的现象叫做解离。对，那我再问你说它为什么分开？你告诉我，因为它要解离啊。因为这边插了水分子。啊？因为水分子比较。OK， 水分子为什么帮它解离？水分子比较细小，所以它的密度在比较。水分子水分子又壮又小。那么粘的不够密合，它粘的不够密合，然后它中间会有一个空间，然后水分子可以进去，然后它的体积空间小。那我把它丢进去，酒精会不会融化？关我屁事！问你们不会啊，不关你屁事，我问你们不会。不会。我来做个实验好了。实验。结合蜜蜂。